三句话告诉你吃胖的原因。第一，蛋白质吃少了。蛋白质可以增加消化产热，延长饱腹感。第二，精致淀粉吃多了。精致淀粉吃多了，升糖指数高，容易堆积成脂肪。第三，脂肪吃错了，饱和脂肪吃太多，不饱和脂肪吃太少，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。以上三点，你做对了吗？加油！